所以他刚刚您仔细跟他说很清楚嘛，有没有说？你再说一遍吧，来。台东有名佛寺，然后常常念佛，佛号常在心中，菩萨直接放光。对，菩萨的爸爸阿弥陀佛代表光哈。好，阿弥陀佛，我们感恩一切平安，阿弥陀佛。老菩萨慢慢来哦，要念佛，好，要念佛。 我们经过呢这边的他们的这个苗苗市社公社的这个市场啊，那每一个人民都非常非常的热情啊，只是过去。